好的，我们在一分钟就要来了啦，就要来了 ，S 摩期不期待？Oh my god！ 等下我们看看谁做的 S 摩做的最好，还可以送他礼物哎。看下看下看下有哪一位主播 S 摩到最漂亮的哈？谢谢谢谢 Tiger。好的，哎，现在我们就要把我们麦上的主播叫上来了。可以啊，壁赌，你可以做我的钢管啊，前提是你必须要在我身边啊，你没在你怎么当钢管？难道我要把你的头像贴在那个钢管上面吗 ？Hello， 好、oh, 来 ，Hello，Hello， 哇哦 ，Hello，Hello，Hello， 你们好。大家好、哦，超漂亮的，这个是同一个家族的是吧、哦、？Glory， 来，我们先先让大家先介绍自己好了。我们请我们的那个管理员来帮忙协助截图一下我们主播们的榜啊。然后我们先有主播在开音乐吗？所以先等一下，先请各位暂时不要上票先，暂时不要上票先，不要上票，因为我们的对，因为我们的后台要记录一下主播今天的热榜，然后等一下要等统计，等他们拍完照过，你们就可以上票了。是的，因为我们的管理员正在、okay. 拍摄那个主播的热榜，热榜，以方便等一下做统计，对。好的 ，ASMO 有什么动作特别动作吗？我们先来拍一个大合照，好不好 ？ASMO 是怎么样的？我们再来拍个 ASMO 是怎么样的？就这样嘛，我们就扮可爱的嘛，我们就来摆一个 pose 就好了。来，给你们摆一个可爱的样子。好的，我们来截图了，大家赶快要截图的，快点截图。We'll post to Australia。是的，是的 ，B 组，我们今天晚上这里有好多位来自澳洲的主播。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三位主播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们的 management 是已经把那个图截起来了，对不对？是的，我们还没有还在截图当中，还在截图当中。所以我们先请我们的三号主播先来那个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Angel 小天使。对，我来自 Malaysia。对的，希望大家今天多多支持。那你的拍手很大声，还是要不要我拍我的？不是我拍手，啊、哦，不是你啊，二号。OK， 我们不好意思啊，三号。有点太大声了。OK， 大家好，我是 Angel 小天使，我来自喵青一家，我是七爷的新主播，希望大家今天来多多支持我，把我飙走，谢谢。好的，谢谢三号主播，可以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特长，聊天啊，唱歌还是跳舞还是什么都可以介绍哈。来，四号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Malaysia 沙巴州的蓉蓉 Evica， 然后我是唱歌主播，聊天也可以。你好，不认识我的人关注一下，认识我的人也谢谢你们的支持。是的，麦上的主播大家关注起来。哦，还有一个东西哦，温馨提醒哦，后台已经截图了，然后所有各位大哥，你们要投标你们的用户，记得要点对格子，比如说五号、七号、八号还是什么，你们要刷礼物给谁，就记得点对格子，因为呢刷错格子呢，我们是摇三没回的哈、哦，就是说起手不回的哦。如果刷错了，我们是没有回邮的， Hello， 所以记得要按对你们的格子哦。谢谢各位。是的，要按对格子哦。好的，我们有请我们的五号主播来介绍一下，你是从哪里来的？Hello， 大家好，我是 Jessica， 然后我在澳洲，我是 Glory Family 的，然后我就聊天主播，搞笑的。好的，欢迎我们的 Jessica 主播，来自 Glory 家族的。请我们的六号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叶氏家族的叶童龙妈，欢迎大家多多支持我。然后我的专长是聊天吧，聊天，然后去到哪里干到哪里。哇，好的，欢迎我们的十号龙六号龙猫主播。好的，七号主播叶叶。
Hello， 大家好， Hi, 我叫叶叶，然后也很开心这次是能够和妹妹，然后能联系到这次的这个算是 Uplive 的官方的活动。那我也是我们 Glory 的整个的运营的负责人，对，就是我们家族的。所以像五号啊、七号啊、八号，包括一会儿会上来的这些 Sidekick 呢，这个也是我们的。这个我们家族的人哈，然后呢也都会上来啊，然后这个上个月的话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个月，那这个月也是才是第二个月，但虽然我们是新手，但是我们对这个娱乐其实是永不懈怠，我们永远都是喜欢边开心然后边去生活，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玩得开心今天晚上。太棒了太棒了，也是欢迎来自澳洲的叶叶，就是营运长，你好你好，很高兴有你们的家族来参与我们的比赛嘿。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又有请我们的八号主播 Bubble。 Hello 大家好，我是 Glory Family 的 Bubble， 我是一个专业拉丁舞者非常开心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活动，希望今天晚上大家能够玩得开心。好的，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能够玩得开心。好的，接下来呢我要来说明一下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 OK， 好的，今天我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会等一下在那个时钟开始计算的20分钟开始倒数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位主播就会从三号开始，然后就是一直顺下去，就是会来做这个词语接龙的东西。词语接龙比如说呢，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小天使，他说小天使，然后四号主播就必须接使什么使者，然后呢五号主播就必须接者什么，你们要多少个字都没问题，两个字、三个字、十个字都没有问题，能想到就讲下去就对了。然后下面麦下的观众们呢，你们可以私信你们主播帮他们一下下。好的，我们在六位主播，所以我们会在淘汰的时候呢，就是如果有接不下去的时候，就会需要做这个健康版 S 摸。我们的菲菲要给我们来示范一下我们的健康版 S 摸是什么吗？现在让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什么是健康版的 S 摸。好的，六神。太辣了。来，我开六神。看到吗？看到吗？有。看得见吗？看得见。就你们的手就不能摸胸部，所以可能你们就可以摸旁边。又或者是，如果你们不要摸的话，就这样吧。就好了。如果是摸，就摸旁边，就旁边好了。好的。哇哦，谢谢各位菲菲主播，大家记得关注一下我们麦上的主播，尤其是我们的这位三位菲菲主播也要关注起来。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是刚刚说到一半嘛，对不对？就是接龙，我们怎么算谁被淘汰呢？就比如说到你了，你到你接词语了，结果你想不到，我想不到，可以维持多久呢？六位嘛，我们淘汰前三位的时候就是会给你们10秒的缓冲时间，10秒来想一下要讲什么，10秒应该够长了吧，10秒。然后呢淘汰到剩下三位主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减到剩下5秒，只有5秒的时间让你们去缓冲，好不好？好的，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所以前面的时候是有10秒是吧？对，前面有10秒，然后淘汰到剩下三位主播的时候呢，就会变成5秒。 OK，好的，我们的那个可以倒数我们的20分钟了，可以来倒数我们的时间20分钟。然后呢在我们倒数开始的时候，就可以请大家来给你们的亲爱的主播上票了，最低的标价为520520，只要标到520以上并且成为该主播的榜首的话，就可以把主播带回家啦。OK， 好的。我们的那个时钟还没有开始呢。Hello， 管理员。这个是10秒。他要倒数另外一个是吧？他要倒数另外一个。OK， 他倒数的是那个10秒的。OK， 所以我们就会从这个
现在就开始算20分钟了哈，我们就会在9:24结束我们的拍卖会，大家可以开始上票了。那我们现在呢，就请我们的3号主播来开始这个词语接龙，准备好了吗？你们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你们准备好了就给个 OK， 然后我们就要来开始了啦，主播们。准备好 ，OK， 好的 ，OK， 好的，我们请3号主播先开始的，就会倒数10秒，让你们去思考一下。好的，我们的游戏正式开始。所以那个词语是我自己想对吗？对对对对对。好小声，你好小声。对，你好小声。很小声吗？是因为太大声了吗？音乐 OK 吗？这样子。音乐太大声了。可以啊， okay, okay, 可以啊。好的。好的，主持人的声音可以。好的，好，请我们的3号主播开始第一个词语。飞飞飞飞。好的，四号主播，飞飞飞漂亮，飞飞漂亮。好，谢谢各位，我原来问到粉丝哎。好的，5号主播。那5号亮起来了，亮起来了，了无生趣，亮。哎，乐靓仔，趣味相同。6号说了无生趣。OK， 对吗？对，我说趣味相同。是，那你要大趣，趣味相同。哦，大八号投标，标表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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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他同意，可以，不同意啊。哥们。哥们，5号哥们，门前大桥下，门前大桥下，6号下，夏天，夏天，天空，天空，空荡荡，空荡荡，荡荡荡荡，荡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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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千，二，一。4号到你。啊，什么什么？他想什么？他说荡秋千，荡秋千，千千千千万万。好的，千千万万。5号主播，嗯，万万，嗯，万千人，万万千万花楼，万花楼。好的，万一万一万花楼。万花楼是吧？哈，万花楼。6号主播，楼梯，楼梯，梯田，梯什么？梯田，梯田。他说楼梯，对，我说梯田，梯梯田。OK， 到8号，甜，甜，甜点，甜点，点心。点心，心心心脏，心脏。那我们的4号，脏，脏，我吗？脏脏，脏，章，章鱼，章鱼，鱼圆，鱼鱼圆。鱼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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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号丸，丸，鱼丸，丸，嗯，丸啊？什么？啊，到你7号，鱼丸，鱼丸，7号是鱼丸，鱼丸，好，完蛋，完蛋，蛋，蛋挞，蛋挞，3号蛋挞。你跟甜点主播不就是饿了吗？主播在吃甜点了。塔罗，塔罗，塔罗，螺螺螺螺旋藻，螺旋藻，螺旋藻，找找到，找到，道理，好强，大家都好强，道理，道理，嗯，道理啊，理由，你们太厉害了，都没有人可以 S 摸了。鱿鱼，鱿鱿鱼，哎，都是吃的。你们可以出一点难一点的，接难一点的吗？不然看不到 SMO 了，主播们。对，鱿鱼，鱼来鱼什么？鱼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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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塘池塘的塘是吧？鱼塘。对对对对对，鱼塘，塘，塘哥，塘哥又是哥是吧？来哥，鸽子，
鸽子。子弹。子弹。蛋糕。蛋糕。又是蛋糕了。主播们，你们还没吃晚餐吗？太饿了。高低不平。高低不平。平。平息。平息。平息。稀有。稀有。有钱。有钱。哎，大家赶快捐起来，让他有钱下，快点。有钱。钱包。有没有钱包。包罗万象。包罗万象。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太厉害，都没有人可以。象征。象征。真爱。真爱。爱爱。爱你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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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爱你哦，可以怎么样？哟，爱情，爱你哦，哦，爱你哦，哦，哦，有什么？没，倒数结束了是？欧洲，好厉害，好厉害！时间到了，什么？时间到了，听不到。好了，我们今天晚上要来惩罚我们的第一位主播。就是我们的五号麦 Jessica， 你要来给我们试？为什么？因为他刚才到零了，他才说欧洲。对，到零了。就是上面那个计时器已经到时间了。等等，可以让我们来欣赏一下你的 S 摸啦。好的，来，我这边帮你放一下六神，你会不会开心哦？我天哪！会不会跳 S 摸？各位观众终于有福利了！哇，你们真的有福利了，可以来看我们主播 S 摸了，来，掌声掌起来！觉得他可以的。我挪一下。哇！来喽来喽！结果他们摸的都比我好。不会的，我真的不太行。没事，你摸多几次就熟了。哇哦！我放的，我谁放音乐啊？太大声了吗？再大声一点，小声的，因为太小声，小声。大仔行吗？哇，太棒了！要死了！世界上还有更尴尬的人吗？先这样了，不尴尬，不尴尬，宝宝。对对对，不尴尬，不尴尬，太棒了，太棒了！你看到没有？一摸了 S 摸就有人给你上票了，太棒了！好，谢谢我们的 Jessica。还有五号，是从五号开始吗？对，我们从六号开始，五号就没有有就可以进关了，可以旁观了，好不好？好的，接下来四位就会直接到六号，四号就会直接到6号。那五号，我把你的麦闭一下哦，闭一下五号的麦。好。好的。OK， 我先开始。六号是六号来。放弃。放怎么？放弃。哦，放弃。弃而不得。舍得。舍得。哦、好快，得到，到七到六到家，到家，六号到家，家里，里怎么啥？里应合作都是成语，合作，作品，品质，品质，质感。质感，什么叫质感？什么感觉？觉醒，觉醒，醒悟，悟来，悟，六，悟，四，悟，时间到了，土白，时间到了。到零了 ，Erica。Oh my god！ 我们先要看，我们先要来看 Erica 的 S 摸 ，S 摸了。Oh my god！Oh my god！ Yeah, yeah. 大家，你们有福利了，赶快喜欢 Erica 的，赶快给他上票，只要520就可以把他带回家啦。对，哇，好性感哦！可以了吗？你就这样吗？啊、你摸啦，就这样了，不算，可以了吗？不可以吗？你那个是随便摸，不是叫 S 摸。好，要怎样？要转，至少要转个五圈吧。
你就是转个五圈，我这个不行。你就动动，这样就动动，这样来来，转个五圈，动动。可以的吧？好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谢谢我们的 Erica。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再继续我们的游戏了。所以我们要从几号开始？也是六号开始。来，六号，紧张了，紧张了。麻辣，麻辣。辣妹，辣妹。妹子，妹子，子孙，子孙，孙子，孙子，子孙满堂，糖果，来八号糖果，哎，又是吃的，果什么？果什么？果什么？果粒，果粒，好，果粒。立正，立正，正面，正面，面条，面条，你说的好，条例，条例，好，条例地，啊？什么？例，条例，他说条例，例行，例行，行人，行人，人员，人员。缘分，分内，分内，好，内在，八号，在车是什么？在车就是开车，哦、开车，好，来车三号车，车厂。厂工是什么？厂工是什么？厂就是工厂的工人的意思吗？对，厂工。厂工，OK， 工来七号工人，八号人，仁义，意中人，又是人，好人，人生，生而复得。生而复得，哇哦！得，八号得，五、四、三，得意，来意，三号意，意愿，愿望，望而却步，哇，步步升天。天天开心，心爱的，得到，到位，位置，止血，雪中送炭，你太厉害了，对，你们太厉害了，炭火。火苗，苗栗是个地方啊。苗栗是什么？栗子，子女，女神，神经病，我这个是真的。OK， 好，来，病入膏肓。荒无人烟，荒无人烟，我都是成语。烟火，太厉害了，对，太厉害了。火灾，灾难，难受。我还想要倒数一下，要 S 摸了。对，想说，哎，有的 S 摸了，哎，结果没有。受气。他说受气。受气。气球。求。求你什么？怎么？求你。求你。求你。求你八号。溺爱。
爱情，爱情，情有可原，情有可原，缘分，缘分，分里分外，分里分外，好，外人，外人，人生，人生，被你说过了吧？人生说过了是吧？来换一个人什么？人气，人气，气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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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也说啦，气死我了，说过了，气死我了，快，赶快，四五了，四三，气死我了，他说气死我了，他说气死我了，对，到下一个，下一个，八号，八号，哦，他说气死我了，不好意思，我以为他没有过了，他过啦，气死我了，过啦。啊！太厉害了，这个我们要改一下规则。了解，了解，了解，解，解放，解放，放开。OK， 好的，放开。我们现在开始。开心麻花，开心麻花。好的，因为你们都太厉害了。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停一下。就是现在开始呢，只要有任何的停顿，我们都算输了，因为你们太厉害了。任何的停顿都不行，一秒都不行，好不好？我们就这样玩下去，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好的，我们接下来紧张哦，停顿一秒都不行啊，好不好？要马上接。我们从七号开始，七号刚你说什么？开心麻花。开心麻花。花朵。花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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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没有啦。我听不到。没有没有没有讲没有讲没有讲，好的，三号、okay. 来三号，我们要来 S 摸啦。OK OK， 等一下，我移一个位置，我移一个位置。你们还没上票投你们的主播的，赶快咯，赶快把他们打包带回家。看得到吗？ Okay, 来，等一下，等一下，我移一下我的音乐哈。好，来 S 摸。哦，所以是妹妹你放音乐是吧？是的，我放的。好的，大家，我们的三号、四号跟六号麦都还没有、OK、还没有有人买，赶快买起来。可以可以可以 ，S 摸一下。有、啊。三号、四号、五号还没有。哇、哦，好了，好美。没有，多跳两，多跳两个，来，多跳两个。好美。很害羞，很害羞。不要害羞，不要害羞。哦，就这样跳完了。OK。才看了那一秒而已。谢谢谢谢谢谢。小天使，你太会了，哇！谢谢哇，谢谢 Redo。哇哦！好，现在我们的四号还有六号还没有人打包带走哦，各位大家。是的，是的。好的，我们要继续我们的游戏了，我们快速的把它进行，然后你们才可以来拉票，好不好？那我们从六号开始，六号，六号你来开始，只要有任何的停顿，我们就直接结束了哈。准备好了吗？来，六号开始拍卖，拍卖，卖茶，卖场，茶叶，茶，卖茶还是茶叶？卖场，卖场，场合，场合，场合。OK， 六号合，合家欢，合家欢，欢乐，欢乐，乐，乐园，乐园，圆圈，圆圈，圈圈圆圆，圈圈圆圆。你是在唱歌吗？圈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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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咯，哇，对，很骚。 OK， 我输了，我可以我打包回家了，太漂亮了，太美了，上票上票，各位大哥们能上票给你们的心仪主播了吗？是的，好的，我们赶快上票啦，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赶快上票上起来，我们剩下我们的六号跟七号竞争，看看谁可以得到今天妹妹的520。好，来开始喽，准备喽，来六号，哎，六号，对，六号，来准备，开始，紫星，紫金，紫金，嗯，巾帼不须眉，眉毛，眉毛，毛病，毛病，
病入膏肓。荒野。野生。野生。生存。生存。存档。什么？存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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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ory memory 存档存档。档是吗？档档档档。档档档打档的档档啊，存档啊，档案，案例，案例，粒粒皆辛苦，粒粒皆辛苦，苦中，中国，中国，国家，中国，国家，家里，里外不是人，人山人海，海边。边框、不能啊不能啊卡了卡了卡了、好来六号太厉害了我们七号的恭喜我们的七号主播姨姨姐姐吗是夜夜吗还是姨是夜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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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太厉害了好的夜夜主播夜夜主播现在收到妹妹所赞助的520哟等一下会收会送到你的信箱里面哈来我们的六号主播来给我们 S 摸一下来哇哇大家快上漂亮漂亮不错不错好的好的好我们剩下我们的四号有人投票了现在剩下我们的六号六号美女六号六号六号大家赶快买起来好的我们现在剩下三分钟的时间我们快速的每一个主播都有十秒钟的时间来拉票好二十秒好了二十秒来，二十秒来拉票啊！记得要开麦哈，开麦来，三号主播来拉票喽。Hello， 大家就很不幸的输了这场比赛，不过大家就关注起来，没事的，我们就下一场比赛再见。对的，大家关注起来，我是七月新主播。对，很可惜上个月没有达标，大家可以帮我达标一下。对，这个月。是的赶快买起来帮主播达标谢谢三号主播四号主播来 Erica Hello 今天没有想到会有我们中国的朋友来参加知道的话我不敢来因为我自己本身中文也不是非常的好然后就是我是沙巴 Malaysia 的去年从 California 回来然后现在是卡在 Malaysia so 不认识我的朋友们请关注一下然后可以到我直播间多聊天多了解谢谢是的谢谢四号主播、来五号主播来好很高兴在这里认识到大家然后输赢不重要谁第一不重要就认识你们这些朋友很开心然后希望大家关注我们每个人都很优秀每一个人跳的都很好然后希望大家关注我们然后投票谢谢是的谢谢感觉我真的很挺欣赏你们我就觉得你们真的是虽然全部都是新主播但是你们都很踊跃的去参与然后也很 aggressive 的去拉票太好了是的是的是的谢谢我们的五号主播来六号主播龙猫大家好我是夜市家族的龙猫虽然我不常在马来西亚跑沙但是请大家记得多关注我因为我多数是在中国那里的我的号是内地号、所以呢你们就多多关注起来然后呢想看塔罗的都可以找我好的谢谢我们的六号主播、赶快还没有被买走赶快买起来买起来请大家再把我买走吧对把主播买走吧好的来问到我们的七号主播夜夜Hello， 谢谢这次能够来参加妹的活动，然后也非常荣幸能够第一次这个六个人，然后得到一个中文的接龙的第一名，那也是可以。然后呢，拉票的就一句话，就是如果想看颜值的，来我们家族来关注我。然后因为我们家族全都是美女。好，赶快，剩下二十秒来吧，八号主播二十秒，大家赶快上票来，八号主播你只有十秒时间拉票，赶快。非常开心能够认识大家来到这个平台啊！如果大家想要就像叶姐说如果想看美女就来我们家族看然后想看跳舞的话也可以随时来看我谢谢阿静好谢谢谢谢各位哇谢谢啊谢谢李红买了买了好的好的好的我们的那个上票时间就到这边就结束了请大家先停止上票先停止上票我们的各位主播要在麦上待个五分钟
让那个榜更新了之后，我们的管理员就会帮你们截图你们的得标，然后之后我们在整个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会来宣布谁是你们的那个得标者，我们也会同样的在群里面发说谁是你们的得标者，所以你们要去休息的话不要太担心，因为我们澳洲的主播现在已经是11点钟啦。对，好，辛苦你们了，辛苦你们了。好的，我们在这6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次就是让大家来说一下刚刚的感言和感受好不好？那我们先有请3号主播。OK， 就今天是个很刺激的比赛，第一次表演 SMO 就在这个平台这里。OK， 哇、wow. ，第一次献给你们了，对。OK， 谢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对，很感谢，很感恩，下次还会再来，下个礼拜一定还会再出现在这里。好，谢谢我们的3号主播，来4号主播，来自我们的沙巴的主播来。Hello， 这里也是第一次 SMO。其实我根本没有跳过舞在这平台，虽然之前是有玩，就是跳舞过，但是我从来没有在直播间里，都是唱歌的。所以想听我唱歌的人，记得要来到我直播间里，中英文都可以。没事没事，凡事都有第一次。是的，非常感谢你们把你们第一次献给了我们 Worldstage 麻辣拍卖 ，B 组都看到不想睡觉了哈。来，主播，我也是第一次 S 蹲，我之前有看到过，主要是我比较紧张，所以我平时特别爱说话，所以你们想听我说话可以来关注我。哎，中央门都可以。我加一句 Jessica 的吧，因为他那个可能 S 蹲不是能发挥出来他的特点，但他是真的特别厉害，什么就是聊天，然后搞笑，还有狼人杀可以整他，他特别牛。真的，原来你的特点是狼人杀哈，下次来跟我们玩一玩。可以，狼人杀可以，我第一个参加。好，谢谢我们的5号主播，来，接下来我们的6号主播来。很开心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类似的活动，然后呢希望每个星期都可以抽出时间来参加你们举办的活动，也谢谢大家的关注跟上票，谢谢你们。好，谢谢6号主播，你有没有要来说一下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平时我喜欢做的东西很多，聊天然后我也因为我会看塔罗牌，所以欢迎你们跟我交流。看塔罗牌嘿，对，欢迎你们可以跟我交流。好，谢谢6号主播、7号主播，我们的叶叶大姐，大姐也不是大姐，抱歉，叶姐，欢迎我们的叶姐，给掌声，大家长。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就是我们 Glory 全部都是来自于澳洲的，然后大家因为也都是新的人，就是在这个平台是第二个月，非常新。上个月其实这个活动其实上个月报的嘛，但上个月报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懵的，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做，但是呢更没有完全没有听过 SMO 这个词儿，我都没听过。所以的话呢，我管妹妹要了很多的什么 YouTube 这些视频来去看。因为什么？因为我后面要带着我们家的主播看是否能参加这个活动。他来看，哎，觉得还挺好玩的。因为成语接龙这个本身我们说母语就是中文嘛，其实这个不是特别的担心，但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惩罚的东西是不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后来说，哎，我们是一个娱乐的一种方式来去做就可以，不用说啊，我一定要怎么样的。就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本着开心的这个原则，在这个里面就可以。然后我就会。来要就是把我们家的第一波的人先带过来，然后当然一会儿的话呢，就是排队的人里面也有我们的非常美丽的 Niki， 是我们家族另外的一个主播也还会来，然后就在我的身边啊，大家可以看，哇，好漂亮！然后呢，他一会儿也是把这个他的这个一些的粉丝啊，或者是一些自己的朋友啊，也带进来了，所以我也觉得我会非常期待今天的接下来的一些活动。好，来吧，主播，来分享一下，谢谢叶姐。8号主播 Bubble。
我今天非常开心能够来到今天这个平台，就是在看群里面的消息的时候，我一开始还在想这个麻辣活动是个什么样的麻辣活动，大家都是麻麻辣辣的主播吗？一看一进来一看，大家都是美女啊，真的是美女如云，非常开心能够认识大家。然后今天这个游戏也是玩的惊心动魄的，我都没有想过自己会输啊，就是当然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说自己很厉害，但是呢，就是说。我觉得大家都玩得很开心，然后希望底下的观众们也看得开心，然后呢大家下次继续聚在一起一起玩游戏，我觉得这个氛围特别特别好。是的，非常荣幸参加这个活动。是，我要加一句，我们的 Bubble 呢是一个除了专业的舞者以外呢，其实他是就是在这个舞蹈这方面是非常怎么说，他可以去不仅是跳舞，而且是他可以陪你非常搞笑的聊天，他其实是一个很逗逼的人，他不是高冷的人，对，然后呢，你可以跟他去聊天，然后你会感觉是非常的轻松的啊，他不仅是有颜值，而且是有内涵的一个 bubble tea。一个奶茶，是奶茶，谢谢，哇，我们的音乐真的把所有的人，所有的主播都把他们的专长都说出来了，谢谢我们的夜夜。好的，在我们这个主播们下麦之前呢，我们的那个管理员会帮你们截图你们的榜，所以你们先坐着。这边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呢，我们要来感谢我们的 Worldstage 是由 Uplive USA 以及马来西亚 Worldstage 为你们Uplive 为你们呈现的。所以还没有关注我们 Uplive 的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的朋友们，赶快现在去关注一下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YouTube。 然后也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呢，要多照顾自己，照顾家人。同时我们也要说一下我们的下一周开始呢，我们会有这个 Worldstage Super Slam 这一个活动，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uplifeworldstage.com 去看一下我们这个 Worldstage Super Slam 是什么一回事。他们说感谢一下我们的 sponsor 还有我们的 VIP， 就是 Bidu Bob Belger 还有我们的 RD。 然后呢，有任何想要成为我们的那个赞助商的朋友，都可以欢迎来联络我菲菲或者是任何 Uplife 的工作人员来去赞助一下。然后接下来呢，要说这个我们的那个 Super Slam， Super Slam 就是会有23谁的回应，23优的那个奖品可以让大家来赢取的，所以呢，希望大家可以来多多关注我们的 uplifeworldstage.com。好的，好，我们的看一下我们的管理员截图好了没有？谢谢我们麦上的主播卖力的为我们刚刚进行这个词语接龙，还有 S 摸夜夜，你想不想 S 摸啊？就剩你没有 S 摸了，你没有讲话呢。哦，你没有那个来。哦，因为他刚那边有回应。哦，那边有回应。我那个是这样，那个 S 摸这个呢，我觉得这样等到最后的时候，因为我今天还有下一场，我的主播也还会在，所以我应该不会跑。所以如果之后人不够了，我可以补齐，然后到时候我输了，我会给大家跳；如果我赢了，我还是会。哇，好霸气，霸气，大发！好的，我们就让夜夜，等一下我们再让夜夜来跳，好不好？好的，我们谢谢现在麦上的六位主播，我们现在要把你们抱下去了，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抱上下一轮的六位主播。好，谢谢你们，好，拜拜拜拜。你们大合照呢还没拍？我拍了嗯好拍了，有拍吗？好， OK， 要拜拜拜，各位可以下去喽。好，帮忙了，可以下去了。好，谢谢，我怕我按错。没事没事。接下来我们要把我们的主播拉上来。来，我来。拉错了，贝贝有参加吗？没有，拉错了，拉错了。来，我拔断开。来，你不用拉，我来。好。我又有点卡，等一下。奇怪，为什么要在这边拍卖？好的，欢迎 ，Hello， 嗨，哇，我们有一位帅哥主播回来啦，在吗？龙猫是刚刚，龙猫是刚才的，对，哈利哦，怎么乱开？那个丽丽掉出去了，我们先连下一个，他又回来了吗？我们先连下一个哈，哇，很漂亮，主播们的背景都。哈
Hello， 大家好。OK， 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这个，你好，你好，主持人好，泽静妹你好。啊，泽静妹是什么？哦，泽静妹是其中一位嘛？哈，好。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我们的拍卖这个接龙比赛之前呢，我们要先来说明一下我们今天的规则。好，今天这个词语接龙呢，相信你们刚刚都看到了，我们主播们都太厉害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只有这个你们的那个缓冲时间只有五秒，然后到我们淘汰三位主播之后呢，我们的缓冲时间就会变成一秒，就是你只要一想不到就会直接被惩罚 S 摩。好，这个 S 摩是怎么样呢？还要不要让我们的菲菲再来示范一下？你们刚才都有看到了吗？有没有看到？没有看到，他们就是要你跳就对了啦。啊，好，来，现在让我菲菲示范一下 S 摩给你们看。这是健康版的 S 摩，有。太辣了！这样啊，菲菲，你看 Leo 捂住他的鼻子，怕他喷出他的那个，怕他爆血管是吧？哇，太性感了！好，谢谢各位。好，好，所以我们的规则都很明确了，对不对？我们的缓冲时间是五秒，可以想个五秒，然后到下一，就是，如果五秒之后没有想到，就会直接要做这个健康版的 S 摸 ，OK？ 好。相信你们都非常清楚今天的规则，然后我们要来请我们的那个时间倒计时20秒开始。我们可以让主播们用短短的一句话来介绍自己。来，三号主播。啊，大家好，我是八月新主播，叫做小仙女苑苑，然后我是一个爱唱歌爱聊天的主播，谢谢。四号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在9月5号要庆祝白日的一个算是新主播，我是一个唱歌的，我叫我娜娜哦，喜欢听唱歌的可以关注我，喜欢搞笑的也可以关注我。好，谢谢娜娜。五号主播。Hello， 大家好，我叫静林，我平常都是会唱歌，对，唱歌，抖音的歌，抖音的歌，然后平常在那个在聊天，对。然后你们可以到直播间看看。好，来六号主播 Leo。大家好，我是 Leo， 来自夜市家族，我是唱歌主播，大家可以来我直播间听我唱歌，谢谢。好，谢谢 Leo。来七号的帅哥 Cousin。Hello， 大家好，我是 B 五二零的 Cousin 雨辰。好，就这样一句话。喂，有没有听到？听到，继续讲。有。啊。没了哦，没了，没啦，谢谢大家。好吧，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下，这位帅哥是每天几点开播，这样叫大家去看看你。我一般是在10点晚上或者是凌晨的，大家多关注我，有空过来聊聊天。好的，麦上的主播大家记得关注起来。来，八号主播。大家好，我是小恩，来自马来西亚，然后我是聊天、唱歌、跳舞主播，大家可以把我关注上来。我是唱歌抖音、跳舞乱跳的那一种啊，大家可以把我关注主播。我也是有搞笑的那一种。啊，有搞笑的那一面，好，谢谢小恩主播。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先来摆个可爱的样子，我们来拍个照好不好？男生可以摆个帅气的，来，我们来拍个大合照。要拍吗？拍大合照。哇，男生就是直接这样，就让我们拍。好的，谢谢大家，拍好了。好的，所以呢，现在我们的时钟已经开始了，所以各位大哥大姐们、支持者们可以开始给你们的主播来上票啦，来上票，上票520以上就可以有机会可以把主播带回家。只要你是主播今天20分钟内的榜首，你就可以把我们的主播带回家，所以赶快赶快给我们主播上票。哇哦，好的，恭喜我们的娜娜，这么快就给人家拍走了，这么快就被拍走了，真的是。好的，那么我们要来开始我们的游戏了。现在这个游戏呢，我们会从3号开始。再提醒大家一次，就是呢
这个只有缓冲五秒钟的时间，五秒钟的时间，如果超过这五秒钟的时间，你就要跳 S mode， 并且被暂时封麦，就是会直接跳过你，然后就到下一位，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比个 OK， 我们就要来开始了。对，男主播也要 S mode 啊，必须要啊。对，男主播也要 S mode。还没摸过呢，没关系，你就乱摸。他们两个很尴尬啊，没关系，好，你们就尽力而为。搞错片场，以为我跑错片场了。好，没关系，你就尽力而为，就尽量不要 S mode 就好了。然后留到最后的主播呢，会得到妹妹所赞助的520哟，送到你们的 inbox 去。所以加油加油！好的，来三号主播，准备好你的第一个词语了吗？准备好了就可以来开始啦。OK， 好，跳舞。我的词语是跳舞。导致。什么导致啊？哦，至于。鱼池。池塘。糖果。果然。然后。后知后觉。觉醒吧。哇，有什么？五四三八二巴掌。掌声。掌声。生不如死。死掉了。这是乐上了不起。了不起。起床。床上。斑马线。线条。条例。条例。厉害了，我哥。哥们。门前。前面有个老太太。太厉害了。了如指掌。掌上明珠。猪八戒。猪八戒。好。戒心。心有不甘。甘愿。愿望。忘不了。忘不了，好厉害哦！他们了然。了然，不能重复的哈。来，了然。后来怎么了？了不起，刚刚讲过了。四三，料理。好。理由。理由。由他吧。太厉害了，这几个参赛者。来，四三二。爸爸娘惹，有过时间了，小恩，你要来 S 摸给我们说，我上次都有法子说了，你要快，所以其实我们主持人呢，就最喜欢就是他那种，就出那种很难接的，那种把。等一下，我被他后面我很惨哎、欸，一直给他把。不好意思。好了，我们的小恩 S 摸啦。我自己开歌啦，来，我帮你开。紧张啊！你自己开哦 ，OK， 我帮你开。我帮你开。哇，小恩 S 摩进步了，哇！流鼻血了，有没有人要纸巾？哇，很好，哇，谢谢小恩，都是跟菲菲学的，你们知道吗？哦，都是跟菲菲学的，原来是这样。哇，师傅在这里，师傅进步了，很好，比之前好。好的，小恩，我把你闭麦哦。好的，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我们的游戏，同样的是刚刚那个词语，五秒钟时间来，三号，发声，生生不息，地面。
面错了错了，它是面包。面面面是面，灭火器。哦，灭火器。器材。三号来，材料。材料。料理。料理刚刚讲过了，好像。这场不算，料不及。料不及。及时。及时。时间。时间。煎熬。煎熬。熬过。熬过。过了晚上。过了晚上。晚安。上面好，面来面上面子来子面子孜然粉哇好厉害哦粉来粉粉底底下有猫底下有猫猫咪猫咪咪咪咪咪是什么、啊、咪咪咪咪咪咪是什么咪咪是什么咪咪眼对咪咪好来咪咪咪啊咪咪咪咪眼咪咪眼那就咪咪眼吧眼睛有屎眼睛有屎有屎屎来五四实在不行行不行行不行行啊行啊你们确定这是一个词吗？这区的主播都好厉害班哦。六啊五四三阿雕，阿雕标签，标签，牵手雕雕，哇好雕啊！不是雕是雕阿雕什么？阿雕的雕，一首歌。谢谢雕。哦 ，OK， 雕来七号雕，一首歌啊。标签，三号签。牵手，手心出汗，汗臭味，味道，道别，味道，别过来，来我家玩好吗？来我家玩吗？好妈妈，来吗？妈，麻辣，好辣，辣椒。交叉辣椒，交叉，哇，太厉害了！哇，太厉害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叉子，子子孙孙，孙四三，孙子，可以吗？孙，好，孙子可以，子，孙子可以来，孙子，紫色，色魔来了，色魔来了，辣，色魔来了，三号辣，五四三。二，啦啦队，队伍好长，队伍好长，长，长还是强？长，长，很长，长，长，好长度，五，长度，长度，啊？度，度还是处？五，四，度，三，二，一，度，拜拜，来 S 摸，我一听到长处，我也是想处哎、欸，我不知道想处什么，因为我听到长处，我一直想在处处，我突然间长度转不过来了，你有？我天哪、啊！记得赶快来给我们的主播们商票哦、啊，还有八分钟时间，赶快买起来，好紧张啊！来，我们的三号、四号、八号都还没被人投走哦、啊，还没投票的大哥们。对的，还没有投票的大哥们，520就够了。这么牛吗？看不到，再来过。哎，没有看到。哇，我在幻想只叫我牛的时候。对吧？好啦，可以了，放过你了。谢谢你李欧，现在把你的麦闭上哦。谢谢李欧。好的，我们接下来因为我们要加快速度了，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你们都太厉害了，所以从现在开始，只要有任何的停顿，我们都是直接是把它 out 了。所以不可以有任何的停顿哦。刚刚有5秒，对不对？现在是马上就是停顿1秒，我们就直接把它给 out 了。所以大家加油，加油，加油！到你了，来，冲冲奈开始。度，长度的度。度人成佛。度人什么？度人成佛。度人成佛。佛系。系列产品。系列产品。品质。品质，质感，质感，
感觉，感觉，觉得如何？觉得如何？和啊啊 ！S 摸，可是我不是很会摸，我尽量，没关系，没关系，来五秒哦，五秒 S 摸，不管你会摸不会摸，只要你敢摸，对，只要你敢摸，心灵加油，来哟、哦、来哟、哦，五秒哦。哇，很好啊，第一次摸吗？错一错。哇，谢谢谢谢我们的五号主播，谢谢主播把你麦闭上哈。是的，把你的麦闭上。好的，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你们标到主播会拿到什么东西呢？只要你们标到主播的话，你们可以把主播的头像换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哦，头像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你们赶快。名字还可以换哦。对，名字还可以换哦。上个礼拜有一位大哥买了所有的主播，九位主播都被他买了，他都换上他自己的主播。你们想不想要？想要的话，快点买起来，买起来，买定你手，买定你手。是的，不要错过啊，各位大哥。是的，不要错过，不要错过。好的，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我们的这个接龙比赛了。我们现在从几号开始？就是到我的对吗？是的，又到你了，又到你了。刚才是河，河、啊、河边，河边，边上，边上，上面有鬼，上面有鬼，鬼我不怕，鬼我不怕，怕三号怕怕怕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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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哇好性感好性感性感哦哇很棒很棒谢谢我们的主播三号主播谢谢好的我们剩下最后两位了最后两位了好的四号跟五号你们准备好了吗刚刚是讲到什么刚刚是什么号什么了倒数他说鬼我不怕哦鬼我不怕 OK 好的来怕四号怕怕你睡不着怕你睡不着着凉着凉凉了不好吃凉了不好吃吃面吃面面有什么好吃好不好面有什么好吃好不了吃扣什么什么听不到好不了好不了了如指掌了如指掌掌上明珠掌上明珠掌上明珠说过了对对对刚刚掌上明珠好像说过了来赶快掌心有痣掌心有痣七号字字不休字字不休字字不休字字不息、啊、不休还是不息字字不息什么叫字字不息休息的息熄灭了熄灭了乐开怀怀中有爱爱你么么哒达到目标达到达我听不到达到目标达到目标标标七号标靶、啊、标靶靶妹好厉害靶妹好厉害害我睡不着觉叫你起床不起叫你起床不起起来了又睡觉叫来叫去还不起起不了啦啦啦我很喜欢没有了七号欢乐无比七号比一比有多长比一比有多长长度长度说我长度快去你说了、长度说过了那个度长度的度说过了长度说过了长度说过了爆炸了爆炸了长短长短长短短短处我没有有有我好看吗赶快赶快有我好看吗妈妈我回家啦啦拉没有了没有啦菲菲我爱你是我吗你不爱我吗妈妈你去了哪里里头有鬼啊鬼很像我妈
这是不是妈妈？妈妈是我吗？妈妈，你们妈妈不见了。啊？什么？妈妈不见了。妈妈不见了。啊！停啦！集合 S 吗？集合 S 吗？你要切 S 模的时候，我就要学了不了。哇哇！宝贝，等下切 S 模，主播们等下去后面 S 模，我们的脸就要这样了。哇哇！记得哦、全部人一起，全部人一起哇！我不用摸，试一下。准备了，准备头来了，要红去镜头前面看了。哇！哇手臂的 muscle， 看到没有？哇！哇啊！要脱衣服！哎，你们没有给他上一三一四，他不要脱衣服。你们上了一三一四，看他脱不脱嘛？好的，谢谢我们七号主播，谢谢我们所有的主播，谢谢你们可以开麦了。四号，对对对，恭喜七号，我们会把那个，哎，四号，恭喜四号，四号我会把那个520送到你的 inbox 里面去。我们剩下四分钟时间。谢谢四分钟时间，赶快拉票！如何有喜欢吗？欢迎在底下留言，一起来讨论。来，三号来拉票一下。啊，大家好啊，我是小仙女。然后喜欢我的可以给我投一些票。平常我喜欢唱歌，喜欢听歌的朋友可以来找我。嗯，好的，谢谢好的，谢谢三号，来四号。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的唱播娜娜。但渐渐最近走上了搞笑的路线，不过有你把我带回家的话，可以听我唱歌，也可以听我搞笑。平时呢，我会很享受生活，特别有仪式感。给你做好吃的，给你泡好喝的，你可以去我的动态去看，一定要追踪我。我的招牌歌就是 Beyond 的歌，谢谢。哇，好的，谢谢，很会说话的主播，很好，很会卖，很会卖的主播，还不买，还不买，赶快买，来五号，五号主播。Hello， 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主播，然后的话就是啊，喜欢我的话可以关注我，我有时候就比较疯，卡哦，卡卡菜菜呢，就有时候会比较疯，有时候会比较稳定，就各式各样都有啦。然后唱歌的话还行，跳的话就没办法了，就辣眼睛那样。然后你们可以关注我，然后也可以那个投我哦，谢谢。好的，谢谢五号主播，来六号主播 Leo。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六，我是唱歌主播，希望大家可以。还差七十，我不是不是，差多少你是差五二，就是要一个人刷你五二零，要一个人刷你五二零。对对对，马上。啊，五二零啊啊，那还没有被人家买回去。希望大家多支持啊！我是唱歌主播，大家可以来我直播间唱歌。谢谢。就可以带走 Leo 的头像来七号主播。Cousin， 今晚把你买回家的，你会脱衣给他吃一下 S 模一段吗？我擅长这个煮饭，还做家务啊！我每天给你洗地抹地，然后做饭给你吃，帮你按摩。哇，按摩！哦，他想给帅哥按摩哎！我可以买吗？我可以买吗？我可以投吗？我做饭很好吃哦。想要投一个会煮饭、会按摩、会洗地抹地、会洗碗吗？洗地抹地。会啊，洗碗。洗锅呢？你会洗锅吗？洗碗，会洗碗。线上按摩吗？哎呦，这个太容易了吧！背锅会吗？背锅。洗到那一瞬间就出来。哪个主播想投回去的？赶快把它带回家。来，赶快，赶快。谢谢。来，三号、六号跟八号都还没有被带走，赶快，赶快买起来！三号、六号跟八号。五二零就可以把他们的头像买走了，快一点！好，来八号主播，好八号，剩下两分钟，快点！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我是马来西亚主播，我是马来西亚主播小恩，然后我会唱歌，乱唱歌乱跳舞，然后如果大家想要看游戏的，可以来我直播间看游戏啊，然后要搞笑的有搞笑的。是，大家可以把我关注上来，谢谢。我们的六号哦，六号还没给大哥带走呢，大哥大姐要把六号带回家嘛。是的，三号跟六号都还没有哦，三号跟六号都还没有哦，所以跟大家说明一下，不是五二零就会被带走哦，是要最一个人，对，一个人要给五二零才有哦，不是大家凑起来五二零就有了，是。五二零一个人五二零就可以把它带走了，来三号跟六号赶快买起来。
好，谢谢我们的主播们刚刚的卖力接龙，哇，什么都来了，妈妈都来了，真的是。你们的接龙接到，感觉你们就是太搞笑了，太搞笑，像那种香港的那种。我觉得下次我们要玩马拉松的节目了。对，看接龙太努力了，要马拉松了。是的，是的，剩下三十秒，还没有买起来的，快点买啦！你们又要让我们主播们心脏蹦蹦跳，是不是？啊、来，不要偷卡的，快点买起来，快点买！哇哦，快一点，快一点！520一个520。剩下最后的17秒，15秒，快点上票，快点上票！你们不要等不及，然后才按啊，就来不及的啦。你又想要偷塔了吗？对，没有偷塔，没有偷塔。好的，好的，我们最后的1秒钟，好的，我们的礼物暂停， wow. 谢谢，谢谢大家。好的，我真的有人把它买走了，要他帮他洗锅啊。啊，谢谢。洗车，洗车。买刷子先、啊，我准备买刷子。今天赚到的买这个、UB 去买一个刷子，是不是？好的，来，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买个机器，时间已经到了，买个机器比较好。对对对，所以时间到了，我们就先暂停上票、暂停上票，然后我们的主播们待在麦上大约5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管理员会来帮忙截图。好的，我们现在先来拍一个大合照，好不好？搞笑的、可爱的都可以 ，S 模的都可以 ，S 模这样，开玩笑的。好了，我们来拍一个可爱的、搞笑的。好的，谢谢大家，只有一个人很震惊啊，7号，很酷。他在想着要洗很多锅，非常忧愁。要脱衣啊，脱衣哦，就脱衣啊！刚才差一点就脱了，就是差没有人给他上票，所以他就没有脱、哦。真的，一看到拉衣服上来那一刻，Rap Two，我终于明白你当初看我，我现在坐在这个位置看人家表演，我终于明白当初Rap Two看我的时候的那个眼睛。Rap Two，我终于明白了。哇，这其实我当初看菲菲的时候，我也是哇，真的吗？哇，真的是！现在我终于懂了，我终于懂了。我还心想，哇，快点扯上来，扯上来，扯上来！哎呦，还让我们这里的主播们都心跳。哇，到底有没有要脱的哦？没有，就不要让我们心兮兮了，哇，心兮兮啊！对呀、啊，对呀、啊。好的，我们在等待的期间呢，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主播们来给各位买回他们的大哥来说一下一些感言，好不好？或者是游戏的那个啊。游戏的那个感受都可以，我们快快的讲完就好了。来，3号主播。谢谢刚刚给我上票的朋友们，如果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一个关注。你们下次要听我唱歌还是看我跳舞的话，我也可以学给你看。希望大家日后可以多多支持。好的，好的，谢谢3号。4号主播来。谢谢，一开始就很豪气给我上票帮我买回去的娜娜的小笼包，可以跟回家去吃吧。谢谢你，虽然他每次都欺负我说我唱歌走音，明明就没有走音，然后说我唱跳舞的很难看了，明明就很好看。但是呢，还是谢谢你一直欺负我，可是心里面是这么的疼我。谢谢，也谢谢这个平台，谢谢妹，谢谢菲菲，谢谢大家，这个平台给我们主播们有一个展现的机会。谢谢，我一定会继续支持，谢谢。OK， 好的，谢谢4号主播，来5号主播。好，谢谢刚刚给我上票的号，谢谢那个那豆包给买走啊，然后对，然后这个词语的话就比较要考那个脑力啊，特别短、特别快，那不然就会卡着啊。所以的话，对，就是要那个脑子要动快点。是的，是的。好，谢谢我们的5号主播，来6号主播 Leo。这是我第二次参加这个麻辣拍卖，对不对？现在星期好像还有吃柠檬，对不对？对，我觉得蛮好玩的，大家可以踊跃参加报名，然后可以认识很多人，然后真的很高兴在这边认识大家，谢谢大家。是的，谢谢 Leo， 来7号主播刷锅主播来。非常开心可以参与这个有趣的这个活动啊，感谢这个主办单位主持人们哦。抽出还有大哥大姐们抽出宝贵时间来参与哦。
然后哇，我好紧张，刚刚要脱衣了吗？特别紧张。脱衣脱衣脱衣，那个大姐脱掉脱掉脱掉。给我刷票的大哥大姐们好，你的旺我洗定了，你的旺我洗定了。哇！真的是太开心了。谢谢，好，谢谢七号主播，来八号主播。谢谢今天出席的大家，然后谢谢支持我的大哥大姐们，然后请把小恩多多关注上来，谢谢大家。小恩会乱跳舞、乱唱歌、玩游戏啊，多多关注。好的，谢谢我们的八号主播，谢谢我们麦上的六位主播。还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起来，然后在这边呢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 Worldstage 这个 Worldstage 活动都是由我们 Uplive USA 以及马来西亚的 Uplive 为你们呈现的，如果谁还没有关注我们 Uplive 的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的话，赶快现在去关注起来。然后呢，若有任何人希望成为我们的 Worldstage 尤其是麻辣主播还有那个 Super Slam 的那个赞助者的话，欢迎来联络我菲菲或者是其他的工作人员来赞助我们的比赛。然后呢，这边要说一下，我们下一个礼拜开始就会有这个 Worldstage Super Slam， 就是类似 Battleground 可是是游戏化的一个比赛，欢迎各位主播也继续的参加下一个礼拜的那个 Super Slam。 这一个月的那个奖品是总共是23000的 U-Coin， 所以等你们来赢取。好的，那我后面再跟各位说一下，所有投票投到主播们的那种大哥们呢，你可以要他们你们的主播投回去过后呢，可以放你们指定要的头像，还有你们的名字，对，然后放一个星期，记得哦。是的，你们想要他们放什么都可以，只要不是有关于到政治、性骚扰或者是暴力冒犯的内容都可以，都可以。好的，再次谢谢我们麦上的六位主播，我们谢谢你们的参与，希望下个礼拜再见到你们。好的，我们接下来要来看下一轮的六位主播啦，谢谢你们，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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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要换一批主播。哎，好像没有什么主播在排麦的感觉。丽丽丽，哎，是不是？是像丽丽吗？小小咪吗？小小迷你吗 ？Glory Nikki， 九月新人 Miranda。Glory Nikki， OK， 小老鼠总仔不是？还有两位是谁？对，还有两位没有上来的主播。哎，来，还没有上麦的主播，快点呢，赶快上麦，上麦！是不是没有出席呢？我去群喊一下嘛。是的，是的，是的。啊，我 tag 不到所有人，你去 tag 哦。好好好，谁还有什么主播他们参加了？我去买刷子了。哦，Cos，拜拜。要去买刷子了。还有什么主播的朋友还是没有上来的，可以叫他们哦，帮忙叫他们来一下。是的，是的。来 tag 一下大家，哎，要怎么样 tag 一下大家？你按那个 tag， 然后 all 就可以了。来，我们请一下我们的 admin 啊，请一下我们的 Workstation admin 帮忙一下，在群组里面召唤一下还没有来排麦的主播。还是那个夜夜夜夜，你要来排吗？再排一次，再玩多一次吗？摸给我们看，对不对？来啦！那我们稍等一下，我们的主播，好，我们把夜夜叫上来。好的，我们再过两分钟，如果是没有再我们再等个一分钟，如果还是没有主播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游戏了。还是贝贝要上来玩一下？贝贝你要上来玩吗？贝贝你要上来玩吗？我们还有多一个位哦，陈宇杰龙，来。哦，那个夜夜的夜夜，你的主播是在你旁边吗？对的。哦，你们两个是在同一个地方？我们在一起。原来你们在一起。好的，对好的。
好 ，OK， 我们再等个30秒，我们就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晚上的最后一轮比赛了。然后我们要在这边说明一下，所有就是没有参这个报名了没有来参赛的主播呢，将会被禁赛参与下一届下一个星期的比赛。好。好的，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欢迎我们刚刚还没有欢迎你们麦上的主播叶姐，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两个是坐在隔壁吗？现在对，他的耳机。哦，可以，因为有一些怕会是太会有那个回音还是什么，所以你看看，如果有人的话，那个就让他们上来就行，因为我怕有回音，我们俩太近了。好好好，可以可以。我们看一下娜娜，好，娜娜要再玩一轮吗？好了，我们让娜娜来玩多一轮好了。我觉得空着不好看，我还是塞这个空间。是的，塞一个空间哈。我们的音乐有点大声呢。但是我很可怕的，你们要小心。对，很恐怖啊，可怕的。刚刚你们有看的话，就知道它很恐怖的了。是的，这脸怎么了？是的，是的，好的，因为我们是最后一轮了，然后这边都是那个金牌玩家呢，所以呢，我们呢，等一下就是同样的，就是在淘汰两位主播的，在淘汰两位主播之后呢，就是会只要是有一秒钟的空隙，我们就会把主播淘汰。同样的，再说明一下我们的这个游戏规则，就是接龙比赛有前两位主播。在淘汰前两位主播之前是五秒钟，淘汰之后就是一秒钟。然后呢，我们要因为刚刚我们的七号主播跟八号主播都已经介绍过自己了，所以我们要等一下我们要来请三号、四号、五号跟六号的主播来。哦，有回音。那这样我要不下去吧？我觉得我们俩有回音，太不好了，这个没关系，你就在麦上待着就好了，你就封麦，然后你就待着，因为你要 S 摸给我们看嘛，对不对？好，你就闭麦，你就闭麦。那行，那谁把那个麦关了吧？没，好好好。好，可以可以。好的，那我来。八号、六号跟八号注意一下，八号注意一下哦，就是七号会被跳过。好。只要你手机在隔壁，其实还是会有回音的。嗯，就是好。然后我们先来拍一个可爱的合照，好不好？我们先来拍一个可爱的合照。耶、yeah, ，好的，谢谢主播们。好的，我们在20分钟开始倒数的时候呢，就会 ，OK， 等一下哦，稍等哦。我们在20分钟倒数的时候呢，就会各位大哥们，你们就可以开始上票。好的，稍等一下哦，我们再等一等其他的，等一等我们的主办单位这边说明，就是我们可以先来等一等，看看有没有主播，我们再给他们2分钟时间，看他们会不会上来。如果他们没有上来的话呢，我们就会直接开始我们的游戏，好不好？我们在这开始之前，我们先请三号主播来介绍一下。哦。Hello， 没有回音 ，OK， 有回音吗？OK 哈，好，七号我来开音乐吧。Hello，、那个、大家好，我是来自 JB 的，然后我这个月才开启这个生涯直播的生涯。哦，哇哦，才开始两天了。欢迎 Miranda， 我们的新人，欢迎来到我们的 Uplive。好的，好，四号主播。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是连接成功。嗯，我是来自 S Team 家族的，我是唱播。好的，谢谢我们的莉莉唱播主播。然后五号主播来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小小咪咪，我是八月的主播，然后希望各位多多支持，我是专门耍废的主播。好的，谢谢五号主播，来六号主播。大家好，我是 Niki， 然后我是来自 Glory 家族的主播，我平时就是聊聊天之类的，然后我们在澳大利亚，他是颜值主播。
颜值主播，你们 Glory 都是颜值主播对吧？好的，来八号主播要不要来再介绍一下自己，短短的介绍一下自己吧。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的唱播。想听好歌的话，欢迎关注我，我可以唱粤语歌曲、英文歌曲、中文歌曲，还有马来歌曲，还有日语的歌曲。嗯，好的，谢谢我们的八号主播。好的，那我们就要来我们再等一分钟，如果是还是没有上来的话呢，我们就要来开始我们的今天的接龙比赛。你们准备好了吗，主播们？ OK， 好，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要从这边开始了。我们再算十秒钟，如果是没有的话，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比赛。来，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好，没有人出现在我们的排麦当中，我们就要来开始我们今天的直语接龙比赛了。我们有请三号先开始。但是请大家注意，七号的主播是没有参与在我们这一次的接龙比赛当中的，所以来我们请三号、四号、五号、六号，然后就直接跳到八号，然后再回到三号。好的，五秒钟缓冲时间，我们二十分钟，现在开始倒数。好的，请三号主播开始。蓝色色魔，色魔，魔鬼，魔鬼，鬼怪。怪你咯，怪你咯。三号，五，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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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啰嗦，啰嗦，啰啰啰啰啰。所以，以为，为你好，以为，为你好，为你好，好不好？由我说，好不好？由我说，说三号说。五，哦，说，说你坏话，化成语，化成语，化成语，语法游戏，语法游戏，戏曲人生，戏曲人生，生活好无聊，生活好无聊，来聊，三号聊，五，好无聊。聊天聊到天天荒地老，天荒地老。好，老四号，老师，老师，师长为人，师长为人，人山人海，人山人海，海边热死啦，海边热死啦。那三号五，拉你一把，把妹，把妹。妹五号，妹妹真可爱，妹妹真可爱，谢谢，爱死你啦，爱死你啦，啦啦啦，我要出去，什么东西？三号去，去血拼吧，你确定这些是词语吗？去血拼，拼命，拼命，命根子，命根子。子孙满堂，子孙满堂，好堂，堂堂一个男人，人家这么帅，人家这么帅，帅气有为，帅气有为。五号来，为了你好，为了你好，我没听清，为了你好，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哇，好长啊，安全回到家，安全回到家。家里最好，家里最好，好，好妈妈，好妈妈，好妈妈。来，六八号又开始骂了，骂来骂去。大人很成熟，大人很成熟，熟了没有？熟了没有？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有你在我就很幸福。有你在。福，五号福，福气满满，满堂子孙，满堂子孙，哇哦，孙，孙悟空好厉害，孙悟空好厉害，什么东西？
孙悟空没你厉害，害你害到脸青青，害你害到脸青青。什么到谁？到青青？到你了，青青青青头仔，青头仔。你确定这些是这些词语可以说？对啊，你们说的是词语吗？句子红了。你们根本都不是在说词语了，请尊重游戏哦。说词语哈，词语哈。来来来，我们继续。是的，不然这样就玩到明天、后天、大后天了。你们要跟我一起玩吗？嗯，好的，来，大哥们记得赶快给主播们上票哈。你看，三号、四号、五号都还没有得标呢，赶快赶快买起来。我们继续刚刚的游戏，刚刚说到什么？亲是吧？四号。亲自在说过什么，你那个字不行的，那个字不行。四号卡住了吗？四号，什么？来亲亲什么？你再说一次。亲，你再接过一个亲。亲，青草。青草。草原。原来是你。原来是你。你好吗？妈妈，不能重复哈，不能重复。妈妈，妈咪，妈咪，好。字三，眯眼，眯眯眼，眼，眼睛，晶亮，晶亮是什么？晶亮，晶亮的，就是很闪亮的意思。晶亮，哦哦 ，OK， 晶亮。这是方言吗？我怎么都没听过呢？水晶的晶光，晶亮。光亮光光线光线线条线条六号条条框框条条框框条条框框框死了啊，就是那种条把人框死了框死了、就是、框死对框死了是什么哦框死了乐乐乐子是什么乐子子哦，找个乐子的乐子，好乐子，找个乐子子袋，乐子，袋鼠，袋鼠，属于你，属于，属于，你喜欢，鱼，属于，鱼啊，鱼是，鱼是，鱼鱼鱼，是。于是，来五，是，五是是吗？是吗？是吗？妈是吗？妈妈妈什么？来四号妈，有吗？妈骂人，骂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啊！好人，人来人往，人来人往，往来。往来，来吧，把握，来吧，把握，握紧，紧张，紧张，紧张，张开，张开，开嘴，嘴巴，开嘴，嘴巴，好，巴掌，巴掌，掌心，掌心，心事，心事，哇。事情，事情，情，情人，情人，人，人五四三二一哟，三好的，咪咪咪咪，我们玩了好久，玩了八分钟都没有人出局哈，好，咪咪牺牲小我，终于来到这一刻了，来吧 S 摸吧，我这边来吧 S 摸吧，你就为我们 S 摸一个五秒钟。哎，菲菲那边播吗？还是我这边播？哦，好，我播啊。好，来，你，哇哦，不错。哇哦，哇哦，谢谢，谢谢，我好漂亮的自信。好的，五号麦，五号我们会先帮你封麦，然后等一下再帮你开麦哦。好的，我们接下来要继续，我们六号，刚刚我们是讲到什么词语？忘记了，我也忘记了什么。
我一下子忘记了。不过我温馨提醒哦，记得要讲比较好的词语比赛，因为这个是词语比赛，不是马来西亚比赛哦。刚才我是，是，好，其实是犯规了。好像我们讲清楚好了，我们先要说一下，不是那种就是语气词类，什么是吗？然后就是或者爱你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这个跟正常的那种词语不太相符、哦，所以我们就。对，明白，你们一定要说词语，因为你们都犯规了。我们来说一下我们的词语哈，我们来继续我们的这个游戏。我们从六号你来出一个词语好了。我随便说吗？是你随便出一个。对对对，经济学讲义。经济学讲义，讲义哦。义气。义气。三号。气象。气象。四。项羽。项羽。羽毛羽他说羽毛发他说羽毛发毛发毛发发色发色发色到谁三号说发色到你四号色差差别别人人们口腔调怎么调离 OK 调离别别人别人刚讲过了别人说过了说过了那我出去也有没有可以再说吗？别有冬天啊！天气象气象说过了气水水滴滴水不漏露出好，出水是什么来的？出门门口门口刚刚是不是讲过了？好像讲过了，讲过了门框框起来不是词语呢，框那不是框子。框子这是什么？框子是小小的那个框叫框子。框这个框子。子孙刚刚讲过了。子孙说过了。子孙。子孙说过了。子代。子代说过了。说过了。子代说过了。再一个子什么？说过了。四。三。二。紫色。色魔。色魔，色魔刚刚有讲过了，刚刚说过。好，来再一个色什么？色情，色死你，色死，不能，你们说了，一定要说词语，不要再犯规了。色什么？五、四、三、色泽，色泽，泽，五、四、择天独厚，择天独厚。泽跟德是两个不同音吧？泽还是德啊？当然不是泽啊，那个是得天独厚。哦，得天独厚，没有得天独厚这个成语。来，泽，择偶标准，择偶标准，择偶，择偶标准，择偶。OK， 好。偶然，三号五，四，哦，到我啦。然后，后来来者不拒拒绝绝对对面好，面面俱到道德得到来到五倒数数主播数五，他说倒数，你要接数
数字字面面面子面子来四号字五张刚刚讲过了四纸袋讲过了三二一紫薯紫薯我已经译了我已经译了我已经译了宝宝出去 S more 叮叮终于到四号主播来 S more 了来 S more 咯来哟、哦、来哟、哦！哎、欸，有吗？有吗？好白哦啊！好的。好啦好啦可以可以啦呜 S1 好的好的谢谢莉莉主播好的我们现在看到麦上的主播剩下三号跟四号还没有人带走三号和四号还没有带走赶快赶快把你们的票丢出来给我们的三号四号主播然后呢我们这边对得到主播之后呢就可以把主播的头像跟名字换上一个礼拜一个礼拜那在我们继续我们的游戏之前请大家赶快赶快给我们的主播来上票还有就是下半星提醒哦接下来的这一句呢就是没有的停顿了要直接接了一停顿就算你输哦 OK 大哥们记得看准你们的主播记得要刷票给哪一个主播记得看准格子三号我们的三号对三号四号都还没有人投走是的是的三号四号都还没有人投走好的赶快给主播们上票然后我们接下来这一局我们难度可高了不能重复然后呢不能够有停顿你们准备好了吗三号六号跟八号加油加油好的那我们现在从六号开始来六号你来出一个词是随便说一个词纸杯纸杯杯子杯子三号紫紫粉紫粉什么什么紫色的粉紫色的粉紫粉紫粉可以这样吗不可以吧不能吧粉红牛 好等一下就不能再讲紫粉了、哦、来粉红是吧粉红女郎粉红女郎女郎郎郎中郎什么钟郎中是古代的哦郎中钟表钟表While our cabin crew demonstrates the safety features on this flight, please raise both hands up in the sky. 谁放鱼？Now slowly wave from the left. 一一什么？一是我这边的声音吗 ？Right， 应该是你。Left， 好像不是我这里的。Left， 是我。哦，那是一首歌啦，歌来的哦，歌来的，歌来的。我刚刚想说什么？好，我们讲到哪里了？六号是吧？哦，我不知道，他说表里不一，我说一致。哦，一致，一致，哦，来三号，致，致他，致他是什么？是啥？就是你拿东西，致他。没有，我们没听过这个不是一个词的，这不是一个词哦，不算一个词哦，主播，给你一秒时间来。智智商智商商人商人人潮、哎、他卡了、嗯、卡了是吧卡了来对对对卡了卡了卡了终于轮到你 S 摸了来来来 S 摸真不应该帮你叶姐说、啊、是要快点啦要快点啦我来个我来个测摸我来个侧来来好来个侧的好哦你要移一下你的椅子好哇哦大家赶快上票赶快上票哇性感呢
谢谢谢谢娜娜，娜娜想说本来都不需要 S 模的，结果这轮就必须来 S 模了。是的，也让大家看一下你的 S 模，可以时常去你的直播间看你 S 模是吧？穿那个比基尼 S 模。哇，好，谢谢，我把娜娜的麦闭一下，谢谢娜娜。好的，我们剩下两位主播，三号跟六号，你们的竞争时刻来了，一秒停顿都不行哦，只要你一停下就输了。好的，我们来看看谁会赢呢？我们从加油，对的，六号开始。电脑，电脑，脑子，脑子，子孙满堂，刚讲过了。六号，子孙满堂，刚讲过了。是的，讲过了。子是最难的，已经没有了哈。没有了，真没有了，没有了，还有的可以慢慢想。已经停了，没有了哦，你停了哈、哦，对哦，你停了，哎，我因为我给你们接来接去到接到我已经慢了一个，我已经困了，你们知道吗？已经困了，好，我们有机会看。真的吗？这你们讲过了吗？就这一轮讲过了吗？就是咱们这一波吗？这一轮的纸超多的，都已经讲完了。好，没关系，我们有机会看我们的 Niki 主播为我们来 S 摸。不过还是谢谢叶姐你们的参与，你们真的太棒了，谢谢。是的，是的，真的非常。我觉得以后要多多跟我们。我跟他正好一起了。哦，好，你们两个一起 S 摸。哇，谢谢叶姐为五八七。哇，然后我们有眼福了，我来这边播啦。来，我们为了让大家那个什么一下，对不对？给我们打点礼物呗，给我们的 Niki 收拾。哇，来来来，大家礼物上车。哇，他们都好漂亮哦，好瘦哦，颜值颜值担当呢。他们的人在澳洲，他们是大陆的主播，在澳洲，大家支持起来，来麦上的主播都关注起来。来咯，是的，你们可以直接开始来。好好，一起跳可以。哇，好性感！哇，掌声掌声，太棒了！真的，我真的很喜欢你们 Glory， 我觉得你们全部都很 aggressive， 是是是，很会争取机会去表演你们自己，是是是，谢谢我们的 Glory 家族今天来参与我们下一个礼拜的比赛哈，是吃柠檬比赛。这个没有那么难，没有 S more 的，但是吃柠檬，你们那边应该有柠檬吧？ Lemon 有，但是不怎么吃。对对对，我们下一个礼拜的比赛是吃柠檬，不可以有表情啊！我觉得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主播们怎么能够在吃柠檬的时候还保持优雅，没有表情呢？啊，我们来看一看哈。好的，我们再过四分钟，我们就要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竞标。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有所有的三号、四号、五号跟六号来拉票一下，来三号主播，来拉票一下。突然间有点讲不到了。对，我是这个月才新进的主播，所以非常需要支持。好。好的，大家支持一下三号主播。谢谢。好的，四号主播 ，Hello， 大家好，我是六月的主播，然后希望你们多多支持我，然后多多来我直播间看我，然后给予关注，多多关注。好的，谢谢四号主播，来五号主播拉票拉票。大家好，我是小小咪咪，我是八月主播，然后我是基本上是来耍废，然后一个神经病，一个没有形象，明明可以靠颜值却不靠颜值的主播。请大家多多关注我，得空可以来我的直播间看看，跟我聊聊天。谢谢大家关注，谢谢大家的礼物。是的，来 Glory Niki 来六号主播。大家好，我是 Niki， 希望各位小哥哥小姐姐可以关注一下我，然后关注一下我们家族其他的小仙女们，然后多多支持，常来看我。嗯，还有他如果想念英文的可以找他，英文非常好。哦，他英文非常好，好好好的，那么说几句来给我们听听。
Hi, how are you? I'm Chiki.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too. OK, 谢谢各位。好的，谢谢各位。好的，我们的竞标将在两分钟半至两分钟三十三秒之后就结束了。你们还有没有要拉票的？来，我们的三号主播跟四号主播都还没有有人上票哦。八号的主播你们也可以来上一下票，七号的也可以。麦上的所有的主播都欢迎你们来上票，上票，加油加油！三号，你要不要再拉票一下？啊、还是你要做一些什么 S 摸还是什么的来拉一下票吧？对，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大哥？有没有大哥？看看我们的九三号，三号是新主播才开播的那几天，有没有人好心要把他带走啊？不带走也没关系，给他上上票啊。对，来，不带走也给他上上票。四号也没有人带回去。新人很需要支持，嗯、新人很需要支持。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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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对的，我们这里都是新人，不然会没有动力。是，支持了就有动力。我们的 Glory 家族也是非常新的家族，然后我们的这个八号八Glory 主播，他这个月的，他这个月主播。谁？我昨天才第一天播，对，也是新主播、哦。我们这边来了很多新主播，是的，欢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Uplive， 也欢迎大家来，谢谢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拍卖会。谢谢胡椒关注我，是的，是的，麦上的主播，大家赶快关注起来，关注起来。也谢谢我们。时间倒数了，真的，时间倒数一分钟，一分钟时间，你们还不上票吗？在我们的这个竞标结束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宣布谁是今天的得标者。你们紧张吗？已经算好了，超级是的，是的。我们等一下就要来，就要来宣布我们的得标者是谁啊！所以我们的主我们的大哥们，你们还没有买到主播的，赶快买起来，赶快买哦！三号跟四号都还没有呢，叮叮叮。赶快买，赶快买、啊、或者有什么大哥有什么主播想认识的，你们也可以给他上个票，把他们买回家。是的，你想认识买了就是你的啦，是的，故事就开始啦。对的，买了故事就开始了，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好的，赶快赶快买起来，买起来，买起来，快买定离手。是的，剩下十秒钟，十秒钟，不要错过了。买回家洗车，洗车，对，洗床单也可以。哇，我不只会洗车，我还会，我还可以帮你扛重物，我还可以帮你扛重物。OK， 好的，好的，好了，时间到了，谢谢，时间到，时间到，谢谢。好的，谢谢我们所有的大哥，还有我们的主播，我们现在已经暂停上票了。暂停上票了。哇，丽红偷塔吗？丽红根本就是偷塔。丽红，丽红来来，我们现在给我们现在请主播们先待在麦上面五分钟的时间，五分钟的时间，等我们的那个榜更新了、截图了之后，你们就可以下去，或者是你们想要待在麦上等待答案都可以，都可以。好的，我们现在有请我们的三号主播来说一下，说一下今天的比赛感言，其他主播可以说一下得标感言。好的，请三号主播。嗨，嗯，其实我今天算是非常的赶，刚刚放工回来，然后快点去换装，就来 setting up， 然后就看见。我只看到第二场的，就是有两个男生的，然后就好紧张，非常紧张，就心想：糟糕，我 S 摸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没有人看。哦，想看，想看，结果就想看，现在展现，想看，现在 S 摸了就会有人上票哦。S 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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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摸，可不可以 S 摸？加油！给掌声，给掌声！我给掌声就对了，来。天啊，来吧来吧，我们加油加油，播出去了哦，有什么不敢的？可能你 S 摸了就会有人上票哦。对对对，时间已经停了，但是我们也是可以把礼物带回家，没关系。礼物带回家。是带礼物回家，反正没有大哥要带了嘛，那就上票让主播带一些礼物回家。谢谢娜娜，来咯。不要害羞，不要害羞，不要害羞，不要害羞。
哇，你看你要 SMO 就有人给你上票了，赶快。你应该早一点出，早一点 SMO 的。对，来吧。太害羞了，太害羞了。哇哇哇哇哇！我是好多。是不是？谢谢 Miranda。我整个人都热起来。怎么？你整个热起来了是吧？我们的观众可以当你的粉丝吗？哦，他想要当你 ，Niki 想要当你的粉丝。好的，大家互关，你们下次可以随机 PK。我说 Niki， 下次你们互关 PK 的时候，你可以教教他们什么是词语。好的，谢谢三号主播，来四号主播来说一下你的感言，谢谢娜娜。今天在这里很紧张，没有看过那么多人，没有看过那么多人，就一堆人走进来，就而且也蛮赶的、啊、今天，因为刚放工嘛，就来这里了，是，然后很高兴认识你们。然后也第一次，哎，也是第一次跟妹讲话，跟菲菲讲话。嗯，真的是在这里才有机会，是不是？嗯，还有很高兴，嗯，其他的主播。好，谢谢四号，来五号主播。嗯，很开心今天可以再次参加这个活动。上个礼拜吃瓜吃到很没有形象啊，然后也是一个唯一流标的小孩。很开心今天没有流标，所以是谢谢各位大家的支持，希望我的可以点点关注，恭喜恭喜，谢谢。所以这个就告诉你们一个事情，就是今天没有得标的话，下个礼拜再来就有可能会得标了，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肯定会得标的。好，谢谢五号主播，来 Niki 主播来说一下你的得奖感言，得标感言。好，今天在这里跟大家玩游戏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觉得今晚过后词汇量又增加了不少，自己都变得有文化了。对，然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然后以后可以常连线。对，你要不要说个英文来说一下英文啊？我们这里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来说一下。Thank you CCTV, Thank you Uplive, Thank you brothers, sisters, 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 Niki， 谢谢。好的，来我们在麦上面的主播，你们还没有关注的，赶快关注起来。好的，在我们还没有截图，也还没有有成绩之前呢，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首先呢，我们要来感谢我们的Worldstage， 是由 Uplive USA 以及 Up Malaysia 的 Uplive 为大家呈现的。如果有谁还没有关注我们 Uplive 的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的朋友，趁现在赶快去关注去追踪。然后呢，若是有任何的大哥大姐或者是玩家希望成为我们下一个礼拜的或者是后个礼拜的那个那个赞助商，都可以欢迎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然后跟大家说一下，赞助商是要求什么？赞助商是好，我们的赞助商呢最非常的简单，只要在我们每一轮来提供第三意思的奖品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赞助商。赞助商有什么好处呢？赞助商首先可以加入我们的贵宾俱乐部，然后呢再来呢就是在当晚的比赛的时候，他将会坐在我们菲菲隔壁的二号格子就会属于他了，然后他就会在那边待上一个晚上，是不是很好呢？然后呢也可以贵宾俱乐部的大哥大姐们呢，他们可以决定小游戏玩些什么，刺激了，这个刺激好一打，我没太刺激哦，这个音乐声太大了。什么？音乐声太大了。哦 ，sorry。提供什么东西？然后那个是线上的什么东西呢？就是可以给我举几个例子吗？哦，好，你看。OK， 比如说现在叶姐，我们下一个活动呢，你有啊？我们下一个星期的活动呢，你有赞助对不对？那你就是我们的 sponsor， 然后就会在这个二号格子这边，就是挂这一整晚这样。做什么呢？你想要成为我们的赞助商是吧？嗯，对啊，要比如说线上的可以赞助什么呢？因为很多是哪来的？如果是澳洲本地的话，我还可以知道赞助什么，但是我可以赞助我们的奖励啊。来，我跟你说一下是什么东西哈。嗯，
对，对，是我们的奖励。这样吧，妹妹或者是菲菲，你们谁私信跟我去说一下有什么奖品？我们直接在这边讲就可以了。来，我们在这边讲哈，所有的大哥都可以，大哥大姐都可以听。我们就会这样子做的，就是我们每一轮比赛，就好像刚刚我说的，赢家就会得到我的520，因为今天我是赞助商。上一个礼拜呢，则是那个 Red Dude， 就是胖丽红。胖丽红是赞助商，所以他赞助了比我高，就是1314。但是我们其实呢，我们的活动最低的赞助是1314，就是每一轮都要赞助一个1314，一共就是有三个1314要赞助给当轮的那个赢家，就把那个1314送到他的那个信箱，这样子而已。嗯，赞助商就这样。如果你们想要赞助更大，比如说你们想要赞助1314，这样8888啊，还是13140啊，都可以，就是你们想赞助多少就多少，但是1314是底线。赞助了呢，就可以坐在我们菲菲隔壁的格子一整个晚上。好，我知道了。好的，谢谢。好，下一个礼拜呢，就是我们的吃柠檬比赛，然后也要在这边帮我们的 Worldstage Super Slam 打个广告。我们下一个月呢，会有这个 Battleground， 就是才艺比赛的进阶版，就是游戏化的Worldstage Battleground， 就是叫做 Super Slam。然后呢，我们那一个当月呢，我们九月的礼物池呢，总共是23000 UB。欢迎大家来参加积分，来买一些道具来整蛊你的对手，整蛊你的对手。我不会讲广东话，就去作弄 prank， 就作弄你的对手。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你可以在麦上，就是会有两个人比赛嘛，你可以买一些道具，就比如说可能把你的对手的美颜关掉啊，还是把你的对手的灯关掉啊，等等的之类，你们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看看有什么道具，然后可以来玩啊，可以把他的声卡给关掉，可以把他的音乐给关掉，甚至还有更多更有趣的玩法都有啊。这个 Versus Super Slam 就不是中文的哦，是可以的，来玩一玩哦。这个我觉得不能来。Versus Super Slam 呢是属于一个国际的比赛，所以它是会主要是说英文。好的，我们接下来要看看我们的那个答案出来了没有哈？出炉了。好的，出炉了，我们的答案已经出炉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紧不紧张呢？我们来请上一点音乐。好，会太大声吗？因为我刚才就开，我怕太大声。OK， 可以吗？这音乐可以。嗯，抱歉，刚才太大声了。好，没事。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现在 OK。榜 OK， 好的，我们就从第一轮的比赛来宣布，好不好？我会直接把所有的主播的得标者说出来。然后，如果你们没有听到的话，没有关系，可以在稍后，24小时，我们就会24小时之内，我们就会把那个网页更新。那也可以看下面我们这个 Uplive First Stage 有打出来，就是 www.upliveworldstage.com 去游览一下。不管是什么样的活动，麻辣活动啦，还是 Super Slam 活动，或者是你们的榜，都可以在我们的网页上查询得到。好的，现在紧张的时刻到了，我们要来宣布一下我们的这个榜首是谁了。好的，第一轮呢，我们有 Angel 小天使的得标者是RD 胖丽红，恭喜恭喜。好的，第二位主播是我们的 Erica 的得标者是凯斯艾蓉蓉，恭喜恭喜。好的，胖丽红果然是偷塔王。是的，他果然是偷塔王。好的，接下来是 Jessica Glory 的 Jessica，得标者是 Glory Sidekick， 恭喜。好的，接下来猫龙龙猫的得标者同样是 RD， 恭喜恭喜。好，接下来这一个是 Glory 夜夜，你的得标者是 Glory Sidekick， 恭喜恭喜。哦，好的，然后接下来下一位是 Glory Bubble， 也是 Glory 家族的 Bubble，Glory Bubble 的得标者是 Edwin， 恭喜恭喜。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讲报的是第二轮的比赛，小仙女还圆圆
小仙女园的得标者是风，恭喜。接下来是娜娜，主播娜娜，主播娜娜，你的得标者是小笼包的娜娜，905百日庆祝，恭喜恭喜，谢谢。好的，然后接下来这一个是庆龄，庆龄的得标者是小，他放了一个符号，可是我觉得这个符号看起来像花生，所以我就叫他小花生。好的，恭喜小花生。那是土豆，土豆哦，小土豆，小土豆。小土豆好的，我们庆龄的得标者是小土豆，恭喜恭喜。好的，接下来夜猫 Leo 没有被标走 ，Cousin 宇 ，Cousin 宇，我们的刷锅主播。刷锅主播的得标者是 Vava， 恭喜恭喜！好，土豆，抱歉哈。好的，接下来是小恩，小恩的得标者是小恩的死鬼，恭喜恭喜！好，接下来我们就要报这一轮的得标者了。这一轮 Miranda 没有被带走，但是不要放弃，下一个礼拜再来。莉莉你也一样没有被带走，但是没有关系，下个礼拜再努力，像我们五号一样。这个礼拜再来就被带走了、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来宣布我们小小 mini 的得标者，小小 mini 的得标者是小恩的死鬼，恭喜恭喜，谢谢。好的，最后一位 Glory Nikki， Nikki 你的得标者是我们的 RD 胖丽红，恭喜恭喜，哇哦，呜呼，丽红这个礼拜买了好多主播啊，带走好多呢，他带走好多个主播啊。好的，我们要再次谢谢我们麦上的所有的主播，还有今天来参加的主播，也要同时谢谢我们所有来支持的大哥大姐们。再次的提醒大家，我们 Worldstage 是由我们的 Uplive USA 以及 Uplive Malaysia 所赞助呈现的。还有谁还没有关注我们 Uplive 的 Facebook 还有 YouTube 的，赶快去关注起来。关注起来，麦上的主播也关注起来。然后呢，任何人想要成为我们的赞助商，可以来联络我菲菲，或者是我们Worldstage 的管理员。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是，谢谢各位。谢谢。然后呢，我们今天的麻辣拍卖会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下个礼拜见，谢谢你们，下个星期再见哦。是的，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各位，谢谢你们，拜拜。